文仲有书奏上。呈上。臣要亲自朗读，文仲上言：只因君王不正，国策大变，民不聊生，灾难降临，举国上下望代王痛改前非，行人幸义，国家之幸也。今臣进献实策：一、废袍落，使检官尽忠，准行；二、填柴盆，公患自安，也准行；三、拆露台，安民不乱。露台之功，豪取很多银两，一旦拆去，实在可惜，此项赞意。四、去酒池肉林，准行；五、开仓库，镇民饥馑，准行；六、遣使命招安于东南，也准行；七、访夷贤与山泽，视天下以代王之心，准行；八、纳忠谏，大开言路，使天下无庸塞之弊，准行；九、贬妲己，别立正宫，使内宫无蛊惑之余。妲己德性优先，并无失德，岂能折贬？赞意。十、看佞臣素斩费仲而快人心，使不孝者自远。费仲素有功而无罪，岂能妄斩？代王，露台劳民伤财，拆之以消天下百姓之恨，妲己浊乱内廷，蛊惑君王，败坏纲常，折贬以为姜皇后，比干丞相，在天之灵啊！费仲专进谗言，屈害忠良，斩之则圣心无惑，朝纲清净啊！太师所奏只准七条，其他三条赞意。代王，此三条乃治乱之源，请代王速准施行啊！代王，请立刻批行。代王，臣有奏。你有什么话说？太师，你虽未继人臣，但强行逼君批准奏书，以下凌上，成何体统？费仲巧言惑主，欺杀老夫也！啊！来啊，拿出去斩首！代王，代王，代王！代王，代王，请发令。来呀，把费仲法王法司勘问。太师所奏七项条款，限期执行。其他几条，再议。代王，好了。代王啊！代王，代王，代王！哎，一定又是文仲激怒了代王。文仲太骄傲，早晚定是心腹之患。娘娘，什么事？这是费丞相让我交给娘娘的。又是文仲所为。什么事？费仲被囚禁，恐怕被斩首，求我救他。还有，还有什么？
这个老贼要代王废我，他竟敢如此大胆，真是该死！哼，我让他看看我的厉害。 竟如此排场，哎，这怎么得了啊！耗费民脂民膏，累死不少百姓，借此妖台。 稳重，走着瞧。我绝不会就此罢休。大王，昨夜陈巡视露台之时，发生了一件怪事。什么怪事？我遇到了许多只狰狞恐怖的妖怪，向臣袭来，幸为臣的神眼所击败。露台乃是神仙降临的地方，我曾与仙家们在那里多次欢宴。 哪里有什么妖怪作祟呢？大王，那些所谓的神仙，恐怕乃是妖怪的化身吧。老太师，你不要危言耸听嘛。这是微臣亲自经历，岂能作假？当时武成王也在场，尚有不少卫兵与妖怪拼斗时受伤，俱可作证。大王，露台确实是不洁之地。 还是拆掉露台，以免后患呐。这，大王，关外战报，南伯侯鄂崇于通连东海平陵王造反叛乱。这些诸侯全不念殷商列祖列宗的恩德，实是大逆不道啊！老太师有何应付良策呢？老夫亲领人马20万。
前去平乱。好，老太师忧国忧民，真乃百臣之模范。大王，必须以社稷为重，余下三件条陈，待老夫回来再议。太师放心，望及早出兵平乱。啊！准备启程。祝老太师马到成功，望早日凯旋归来。此酒武成王先喝。啊，太师，此酒乃太师远征代王所赐，为虎怎敢战先？王爷请接此酒，老夫有一言相告。朝纲无人，全靠王爷。代王若有什么不当之事，理当直谏，不可浅口结舌，非人臣爱君之心。臣此去别无忧心之事，愿代王听忠告之言，以社稷为重。臣此一去，多则一年，少则半载，便可班师归来。好，拿酒来。干。传令启程。是。启程。老夫告辞了。喝一杯。喝呀，大王难得这么高兴啊。太师出征，没有人在我耳边啰嗦，真是开心呐。啊，太师真是老糊涂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太师坚持要拆毁露台，触弄神仙，故而派妖怪来吓唬他。妹妹说的对，露台乃神圣之地，怎么会有妖怪作祟呢？就是啊。你们说的很对，这文太师真是老糊涂了。他糊涂，大王可不能跟他一样冤枉忠良啊。你说的是费仲？当然了，费丞相一向忠君爱国，大王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好好，那我就立即释放他。还要让他官复原职？那当然，一定叫他官复原职。丞相，朝歌近来有什么消息吗？臣昨见编报，纣王挖了比干王叔的心，做羹汤为妲己治病。什么？会有这样的事？鄂崇禹和平陵王起兵造反，文仲率兵征剿，朝歌奸党把持廷政，蓬荜为奸，朝歌百姓如在水火之中。父王，现今四海皆乱，实是伐纣的好时机呀。姬发所言甚是，文王误错失良机呀。丞相，你以为如何呀？出师伐纣非等闲之事，一定要善加筹措才好。对，一定要
善加筹措。请。请。依臣愚见，先剪除四侧雍胄的诸侯，逐步扫平奸党，以壮声威。待时机成熟，再攻向朝歌。对，丞相计策极妙，臣愿为先锋。崇侯虎督建露台，残害百姓，若是先讨伐此人，一定可以大得民心。好，丞相长帅，南宫将军为先锋，征剿崇侯虎。姬昌也太猖狂了，竟敢兴此无名之师讨伐于我。是啊，侯爷，姜子牙非将才，不足为惧，待我领兵迎头痛击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好，黄将军，你就先给他来个下马威。崇侯虎，快到阵前受死。杀！嘿呀，嘿，是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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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撤，快撤，快撤！慢，穷寇莫追。鸣金收兵。可恶，可恶，贼兵有备而来，现今被围，如何是好？贼兵围城，看情形要我们粮绝投降，万不能让他们的奸计得逞。侯爷，让臣再领兵出城一次，与敌决一死战，将功赎罪。一次损兵折将还不够吗？你们这些窝囊废！大哥何事烦心？啊，黑虎，哎呀，是你回来了。第一满下山，当然归来。好，你回来的正是时候，主兄解西岐围困之苦啊。纣王无道，大哥为何要助他呢？嗯，黑虎何出此言？我学成下山，途经各地，沿途百姓没有不痛恨纣王的。大哥应及早悔悟，不要再为朝歌卖命啊。此事以后再谈，眼前先帮助我解兵围之难。黑虎，我目前有困难，你怎能袖手不管？难道你忘了手足之情了？大哥，你不要生气，小弟去迎敌就是了。哎呀，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嘛，哈哈。你是什么人？崇黑虎，看来你就是姜子牙了。哼，老夫就是。我劝你还是尽快退兵，不然你将后悔莫及。哼，你匹马单枪上阵，看来胆量不小啊。你少说废话，是退兵还是不退？哎，you
把他押回营帐。走。春黑虎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道术上不是你的对手，甘拜下风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我看你也是一条硬汉，为什么替殷纣卖命？纣王凶残无道，天人共愤，我怎么能为他做事？不过兄长有难，我岂能坐视不理？你要真的有心帮助令兄，就该劝他弃暗投明，弟兄们同归西周，避免双方兵戎相见，残害生灵啊。这个文王胸襟广阔，广纳贤士，崇将军不必过虑。不瞒您说，我本有此意。好，从此西周又多了一名贤才。至于令兄，丞相放心，此事包在我身上，容我回去说服他。好。连黑虎都束手就擒，我该怎么办？臣主张出城与他们一拼生死，怎么可以打无把握之仗？那不是白白送死吗？黑虎，你不是被敌所擒，怎么回来了？是姜子牙释放我的。他为何放你？大哥，小弟此次回来是要劝你弃商归周。你说什么？殷纣不修仁德，残害百姓，现今刀兵四起，我看商朝江山不长久矣。大哥还是及早另投明主，免得将来追悔莫及。你已经归降了。文王乃贤主，姜子牙乃贤相，百姓归心，天下早晚是西周的。若我不降，那又如何？王兄万物固执，须知逆天而行，不得善终。侯爷，侯爷，你可万万不能归降啊！不要你多讲。看来商朝真的气数已尽了。为将来打算，好，一切听你的。侯爷，啊，这是降书。哦，侯爷深明大义，实乃天下苍生之福。今后我们共同携手辅佐西周，为民除暴。我愿随丞相赴西岐亲见文王，不知丞相意下如何呀？侯爷说得好，我们明天就回西岐。啊，丞相出师辛苦了。文王，崇侯虎、崇黑虎特来参见文王。臣崇侯虎参见文王。侯爷，以后发生大事，还得侯爷鼎力相助。蒙文王看重，臣定当鞠躬尽瘁，效忠于周。随行的军队现在城外，听候文王编排。此事由丞相处理。是。崇侯虎仍居侯爵，崇黑虎封为大将军，以后同心协力
伐商灭纣，造福苍生。谢文王。姬昌用仁爱治国，城内全无防范，大大有利于我们行事。所有将士都已准备妥当，随时可以行动。小心，切勿打草惊蛇。此事万不能让黑虎知道。初更时分，我们潜入宫中开始行动。你收到信号后，立刻带兵攻城，到时里应外合，一举将逆贼消灭。是。什么？南宫将军，你立即带人去制服崇侯虎。是。我们去看看文王。哎。太医，文王怎么样？娘娘请放心，文王只不过受惊过度，稍作休息就会好的。文王需好好休息。微臣先行告退。啊，这边请。我去煎一贴药给文王喝，让他今晚睡得安稳些。啊，我随您一块儿去，煎好了就端来。好的。丞相，文王的病情怎么样？只是受了点惊吓。我们想去看看。好。文王，你没事吧？我不要紧。南宫将军已经率领人马去制服崇侯虎余部，请文王放心。我待他不薄，他为什么要杀我呢？崇侯虎顽固不化，死不足惜。父王不要为这等人惋惜了，还是注意身体才是啊。王儿说的对，你就早些休息吧。臣等先行告退。文王保重。文王，大丈夫一言九鼎。臣确实一心归顺周朝，绝无参与家兄阴谋。臣已查明此事，确实与崇黑虎无关。家兄逆天行事，作恶多端，落此悲惨收场，足以使世人引以为戒。我不能劝服家兄顺天归命，深感愧。不对，一人作恶，岂可株连无辜？你与这件事无关，不必自究。崇将军，文王仁厚，苍生之福。
现在我命令，崇侯虎的职位由崇黑虎接替，坐镇北方，监视朝歌。一切听从江丞相的调遣。谢文王。崇侯虎的尸首，你就带回去好好安葬吧。是。丞相，我文王，文王，文王，娘娘，这碗参汤是清君亲手炖的。清君贤良淑惠，将来一定是个好媳妇儿啊。崇黑虎已经启程回去了，他不能进宫来向父王告别，特托臣儿向父王问安。假如崇侯虎能像他弟弟一样，那该多好啊。文王，您不要为这事烦恼了，保重身体要紧。都是你，都是你，害人不成，反害己。不知要被罚面壁到何日何时？不如你修书一封，差人送往你母后，求他代向文王求情，早日释放我们吧。现在就是写信也没有用。哎呀，试试也无妨嘛。恐怕母后也帮不上忙。哎呀，你试试看嘛。也好，不过出去又有啥用？非但无缘坐地，还要遭人白眼。你什么人？贫道昆仑山申公豹师也。这位是三殿下伯安吧？在下正是伯安。
三殿下一副天子福相，定可接替王位呀。沈大长，你是来搭救我们的吧？三殿下，你看，那不是龙袍吗？你就试试合身不合身呢？龙袍啊！敬祝大王万岁！大王，请看。王后娘娘来了。清君，清君，道长，大王放心。贫道一定助你得偿心愿，完成大业。真的？绝无虚言。道长，有何妙策？大王要想完成此业，必定要。禀娘娘，三公子求见。哦，快请他进来。是。三公子，请。母后，孩儿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孩儿，孩儿见母后有什么事啊？要是被你父王知道，就不得了了。臣儿挂念母后，只怪当初太任性。孩儿放心，待你父王病愈，母后定会向父王带孩儿去求情的。父王得了什么病？崇侯虎进宫行刺，你父王受惊过度，上朝时虚弱昏倒。要是苍天有眼，我宁可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父王。难得我儿一片孝心，母后，孩儿。不要这样啊！不要这样。母后，你带臣儿去见父王行吗？这……母后，父王有病，臣儿不能前往探望，一生一世也会不安的。孩儿，孩儿，孩儿一片孝心。好吧，相信父王定会原谅你的。王兄，皇帝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是父王叫我来向王兄赔罪的。我悟性奸徒之言，干出有逆天理之事，求王兄原谅。王帝既是诚心悔过，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过来，来啊，坐吧。近来父王身体欠佳，真让人担心啊。吉人自有天相，相信父王一定会早日康复的。王兄，
我先回去了，请代我好好照料父王。父王有没有说过什么时候释放你啊？父王说过一段时日再说。嗯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劝劝父王，让他早日放你回宫。啊，谢王兄。文王的病不见起色，真是令人担忧。丞相，我想在此七天祈求上天保佑父王，不知哪天是吉日啊？后天就是吉日。那我立刻令人准备一切，后天为父王祭天。好。二王子，二王子，快扶二王子回宫。是是。道长如何？怎么样？姬发已经中咒，现在先让毒咒侵入他的五脏六腑，明天晚上再行做法，取他的性命。好，好。二王子的脉息时快时慢，时强时弱，臣也不知道是何病情。那他的生命会不会有危险？臣不敢担保。